是小凯莉，今天小凯莉带来的是画板玩具哦，噔噔噔，就是这个啦，小花朵图案的画板。看，画板后面都有搭配好的画笔和颜料呢，好像很方便的样子。哎，那么朋友们，今天就跟着小凯莉一起来做小画家吧。好啦，我们已经把小花的画板拆开来啦，看，里面有一块画板，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六个色彩颜料，一支画笔，一支闪光胶水，还有一包闪亮珠片。这个珠片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小卡莉知道了，这个应该是一会儿用来装饰小花用的吧。哦，对了，画水彩画的话还需要准备洗笔用的水呢。小卡莉这就去拿水了。啦啦啦，材料和工具都准备好了。我们先画这朵小花吧。小凯莉准备把它画成红色的小花朵，充满热情的红色。先用笔蘸一点水。然后是红色的颜料。现在笔上面蘸着红色颜料，让我们开始为小花朵上色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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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小卡莉要把它涂成蓝色的，像大海一样的蓝色。蓝色，蓝色，啦啦啦啦，你们看，蓝色小花朵也画好了。接下来的这朵花中间还有个花蕊呢，小凯莉要把它涂成黄色的。我们先把笔洗一洗，然后蘸一点黄色。中间还有一个花蕊，小卡莉要把它涂成橘黄色的。花蕊，啦啦啦啦啦，好啦，完成了，三朵小花都上好了各自的颜色。那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就把背景的颜色也涂上吧。我们涂成天蓝的啊，可是这里好像没有天蓝色呢。用白色加上蓝色应该就是天蓝色啦。小卡莉真是聪明呢。啦啦啦，来一点蓝色。白色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。是绿色的，但是这边的颜料里面没有绿色。
小卡莉知道了，黄色加上蓝色就是绿色了，让我们试试看是不是这样呢？先来一点黄色，再来一点蓝色，搅一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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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它变绿了！你们看，是绿色啊，果然是这样呢。那我们把叶子也画好吧。好了，完成了。好啦，颜色都上好了。嘿嘿，看上去还不错哦。啊，小凯莉还是挺有画画天赋的呢。哎，哦，最后就是贴这些闪亮珠片了，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我们先涂上胶水，然后把珠片贴上去。其他的闪亮珠片也这样贴到画上去。当然，看朋友们，小凯莉的大完成了。小凯莉要帮这幅画取个名字，叫什么好呢？叫清晨的小花朵。真是太棒了。小凯莉要把这幅画挂到自己的房间里去。走喽。好啦，朋友们，今天小凯莉玩了上色的画板玩具，原来两个不同颜色能混合出新的颜色呢，真是神奇。朋友们，你们学到了吗？记得关注凯莉和朋友们的频道哦，我们下次再见啦。